你现在工作快乐吗？调查显示啊，在幸福工作的构成要素里面，女人们最在乎的第一名是感受到自我的价值。小姐，你是智障吗？还是猪？还是一只智障的猪？你有想过你的未来长什么样子吗？你要不要离职跟我开公司？离职？嗯，我不赞成你离职，大公司有大公司的保障。我赞成你离职，下次卖命给老板不如卖给自己。我们资金不是才500万吗？怎么就花了480万在买餐具啊？太夸张了吧！我的目标是打败紫嫣集团。我一直看不惯我爸的经营理念，他们的存在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警惕。缺了你就不要给我回来，我倒要看看你，你在外面可以闯出什么名堂？总有一天你会跪着爬回来跟我道歉。弘毅餐饮集团，他是我们第一个客户啊，跟我们认识才80万的餐具。笑倒了呀！公园小鸟，你知不知道人家魏家店已经多久没有好好吃饭，没有好好睡觉，生活都变得不美好了？而且你一个不谈恋爱又不回家的人，帮所谓好生活怎么推广怎么卖啊？男人小孩家庭是毁灭女人工作的最大根源。我们离婚吧。我没想到我们三人开公司压倒我们的第一根稻草并不是因为被倒账，而是我们之间的争执。每个人心里面好像都有一个这样的小恶魔，在你觉得最不顺遂的时候他们就会跑出来。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不满吧。